主料：黄豆芽200克，辅料：红辣椒一只，豆豉一茶匙，生抽二茶匙，精盐、食用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食材：把豆芽挑选一下，摘去老根，红椒切小片，蒜切片，适量多倒些油，温油炒香蒜片，加入豆芽翻炒，炒至水分偏干，豆芽味飘香，加入豆豉，加入精盐，加入生抽二茶匙，加入红椒片，炒匀即可。装碟。烹饪技巧：一、不喜欢多点油，各小火把豆芽边盖至香；二、调料与口味随个人喜好而调哈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